嗱，其實咧過埋呢個禮拜啦，咁我就會去幾日沖繩啦。嗱，我就唔係一個胸襟狹窄嘅人嚟嘅，但我到而家都仍然記得咧，我冇得罪過 Tony Choi， Johnny Ford 幾崇拜我添 ，used to be。但係咧，佢係一段長時間係咬鳩，係追撚住個啤利曼布嚟咬嘅。算啦，我係到而家都唔明白點解佢咬鳩我喎，因為我同鬱敏 friend 啊嘛。嗯、只不過係因為我同鬱敏 friend 係人格咁撚低下嘅，所以喺呢件事件我就唔會落井下石。我都希望邊個高抬貴手，真係希望。即係譬如佢話我哋咩叫人哋馬來西亞，馬來西亞骨灰庵又話係呃人啦、啊他不斷去找嘢去搞我，結果我網台老千屌你老母！我跟大家講點啊？點撚樣啊？我而家連個銀包都用唔到啦！我公道講一句，要用橡筋啊！其實咧過埋呢個禮拜啦，咁我就會去幾日沖繩啦。即係你講係馬來西亞嚇、啊，即係你話佢之前佢舊嗰啲料就誒唔好再提啦，即係譬如請咗引個印尼仲好過馬來西亞，或者甚至係講緊嗰個即係新山嗰、那個啊，即係碧桂園嚇、啊，即係仲話佢買到去攞到馬來西亞護照，當然唔係啦。但係你公道啲講，任何出邊嘅 agent 賣嗰啲咩海外樓，都隨時係加咗佢自己嗰啲一定啦 ，mark up 個價。在呢度冇嘅啫，係一毫子都冇。唔係唔緊要啦，即係有時我覺得咧，大家長相識，我係完全冇及過佢、嗯，而佢指控我哋嘅嘢，所謂其實我唔好記得好撚耐嘅啦，係、嗯、完全無中生有，我係唔知道我有冇及過佢。屌、嗯、你諗就係因為我啊唔肯同黃宗文國際，而點解佢哋係咁撚憎恨黃宗文咧？喂，真係一個專題嚟嘅，因為憎恨黃宗文就可以埋咗一個堆啊。嗯，因為黃毓民喺個成個抗爭入邊，佢真係冇對唔住你班撚樣，就只有你班撚樣對佢唔住。嗱，先唔好講個政治上面嘅分歧，你班撚樣係人面獸心，真係對佢唔住。OK， 於是乎，唯一一樣嘢係令到你哋可以繼續唔好話光環啦，繼續去面對群眾嘅就係消滅黃毓民、抹黑黃毓民，將黃毓民打撚成一個屌你老母十惡不赦收共產黨黨錢。嘅壞人，咁你哋咪英明之士咯？咁而家咪睇得好清楚咯件事。佢哋話阿啤利開餐廳爭人錢，我咁樣講啦，我國外人即係對於啤利開餐廳嘅即係嗱，佢又話過我開餐廳爭人錢都未做啤利漫步。如果唔係啤利，有個條理龍毛蘭花係，佢開餐廳唔使日日俾人搞。唔使俾嗰啲建制派搞，唔使俾政府搞，唔使俾李斯恩搞，唔使俾藍絲搞，就會搞到最尾個餐廳咁樣。唔係，同埋仲想講一樣嘢啫。我爭邊個錢啊，大佬？你叫佢嚟啦 ，come on！、嗯、喂，我爭邊個錢啊？喂，我啲錢我而家真係多到使唔撚曬啊！屌你老母，我真係唔撚知點算啊！屌你喂跳舞啊，拎個屌你乜嘅咁掟落街，即係掟撚死人嘅一嚿錢。我屌你老母，喂，我爭邊個錢啊？即係有陣時嗱，佢哋嗰陣時咧嗱，要炒作呢啲嘢，不同埋何志剛嗰啲，不算啦，都過去啦。我希望而家踏踏實實做事。所以點解我話我對呢個圈係咁弱即弱離咧？嗯，好彩你話今次嘅事件啦，又好彩我哋喺今年三月自己走咗出嚟啦、嗯。我哋開咗另外一個天地，能夠接觸更加廣大嘅聽眾。嗯 ，OK。老實講，你話要對完全對人問心無愧，我唔夠膽講，可能得罪咗人，屌撚錯咗人，我都唔諗知。但你話要害人，或者咁樣計算人咧，我真係從來都冇。當我喺呢個圈子入邊見到，淨係一樣嘢，你唔撚使同我講咁撚多啦，講乜撚嘢啫？而佢指控我哋嘅嘢，所謂其實我唔好記得好撚耐㗎啦，係完全係無中生有啊！而佢指控我哋嘅嘢，所謂其實我唔好記得好撚耐㗎啦，係完全係無中生有啊！而佢指控我哋嘅嘢，所謂其實我唔好記得好撚耐㗎啦，係完全係無中生有啊！骨灰庵又話係呃人啦、啊，嗰陣時啤梨哥講過，總言之唔啱嘅俾翻佢，就執住我呢一句説話。OK， 正如我話我講嘢講得多，可能我有講過，但如果呢啲咧。往往都是一銷售辦法啫，咁但係好在我有拍檔，咁、林康正咧就好撚清楚，包括我老婆咧，全部同武飛或者而家嗰啲朋友同我買過嘅，我全部係話一年後，屌你你唔啱，我全部同你收翻，原價同你收翻，原價同你收翻。你仲問我，喂，嗰三個庵位
叔叔話三個啦嘛。係啊。你仲買唔買翻？我話買翻。係啊。跟住你問我點解？我話應承咗人嘅就要做，係咪先？喂，我哋對人對己嘅要求唔會係對自己寬容，對人哋都嚴謹。譬如佢唔知點解會聽到我哋話會同佢收翻啲骨灰庵，嗯，反而我哋嗰啲網友個個都聽到喎，即係或者我哋同我哋買嗰啲人啦。不啱的一年後跟你收回，嗯，但是一年內我們有沒有跟人收回呢？是有的，嗯，有些人真的供不定，或者有各種情況，有一個他買了三個，是有一個，幫親戚買，怎麼親戚最後就沒有寄到錢給他，他供不起，我們立刻幫你就賣給其他客人，那好了，什麼都沒有所謂的，你一直是這樣咬住我們這句說話，嗯，說我們要退回給你，其實老實說買了的東西退到無論給你嗎，嗯，你要自己負責的，這麼大個人，我跟林康正說算了數了，退回三個給他，那兩個當然要你買，你要為自己的東西負責任的嘛，嗯，你還問我，喂，那三個庵位叔叔說三個嘛，是啊，你還買不買回？我說買回，接著你問我為什麼，我說應承了人的就要做，嗯，是不是，喂，我們對人對己的要求不會是對自己寬容，對人家都嚴謹，我全部是說一年後屌你，你不對，我全部跟你收回，是原價跟你收回，原價跟你收回，我們那些網友個個都聽到，即是或者我們跟我們買的人，是啊，不對的一年後跟你收回，嗯，但如果這些呢往往都是一銷售辦法啫，話我哋要退翻俾你，其實老實講買咗嘅嘢退到落撚冇俾你咩？退到落撚冇俾你咩？退到落撚冇俾你咩？你仲問我喂嗰三個庵位？叔叔話三個啦嘛，啊，你仲買唔買翻？我話買翻，跟住，啊，你問我點解？我話應承咗人嘅就要做，係咪先？喂，我哋對人對己嘅要求唔會係對自己寬容，對人哋都嚴謹。你呃人錢就梗噶啦，屌你老母！之前買咗李念庭的朋友88,000-98,000，有些很想賣，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這麼想賣，okay？ 我啤你做生意會賣一件事，我是不會動勾人，但是如果想著喂不是啊，屌你老母，你要跟我 buy back 啊，怎樣怎樣，我是沒有 no way 的，你要跟我 buy back 啊，怎樣怎樣，我是沒有 no way 的，你要跟我 buy back 啊，怎樣怎樣，我是沒有 no way 的，對，不會給你們，喂，那我的投資要贏，冇話贏夠緊啊嘛！如果而家突然間屌你，你夠僵嘅，不如咁講啊！我舊頭咁講啊，夠僵嘅，屌你老母！全香港嗰啲骨灰庵嗰啲苦主，捧撚住個骨灰庵出嚟，100,000+人上街喺度喊，嗯，嗰啲全部係冇辦法啦。佢100,000個，100,000個庵位啦，佢，嗯，咁你永年田會點啊？咪冚家產咯，咁我哋投資咪化水咯，嗯，自己用咪就係你個 wish 咯，嗯，你諗住一定冇 wish 啊，冇呢樣嘢噶。就千祈你，但如果你諗住輸打贏要咧，呢，這個世界唔係咁樣運作嘅。諗住輸打贏要咧，呢，這個世界唔係咁樣運作嘅。諗住輸打贏要咧，呢，這個世界唔係咁樣運作嘅，嗯。我話諗住你 fans 啦，屌你呃人錢就梗噶啦，屌你老母！即係仲話佢買到佢攞到馬來西亞護照，當然唔係啦。點解我咁推介馬來西亞咧？就係，是，門檻低同埋容易，亦都唔需要坐移民監。同埋記住 M12H， 仲有一樣大家忽略咗咧。係，你唔使放棄原本你嗰本護照，即係美國護照、英國護照，你都照 keep 住。係啊，呢樣嘢好重要啊！因為全世界唔係好多國家俾你有兩本護照或以上啊。OK， 佢哋話阿啤你開餐廳爭人錢，我咁樣講啦，我國外人即係。對於啤你開餐廳嘅即係嗱，佢又話過我開餐廳賺錢啦，都未做啤你漫步。如果唔係啤你，有個條理龍毛蘭花係，佢開餐廳唔使日日俾人搞，唔使俾嗰啲建制派搞，唔使俾政府搞，唔使俾李斯煙搞，唔使俾藍絲搞，就會搞到最尾個餐廳咁樣。唔係，同埋仲想講一樣嘢啫，我爭邊個錢啊，大佬？你叫佢嚟啦 ，come on！喂，我爭邊個錢啊？喂，我啲錢我而家真係多到使唔撚曬啊！屌你老母，我真係唔撚知點算啊！屌你去跳舞啊！拎個屌你老母嘅咁掟落街，即係掟撚死人嘅一嚿錢！我屌你老母！喂，我爭邊個錢啊？啤你哥動咗咪姐900,000，有條 YouTube 咁嘅片。喂，但你唔好一身啦，白就作一碟啦。咪姐我都係好慘，係咁樣對白。係啊，咪姐唔係因為咩骨灰盒，而係因為一齊大家投資尖士餐廳，你大咪咪姐三個股東。係啊，因為俾你先搞，因為俾成班藍絲搞，食環署政府真係搞，搞個餐廳要執笠要蝕錢，咪姐都有份蝕，就係咁啊，蝕咗幾十萬。鲜花、
召集人李思嫣随后又到大埔的一间餐厅外抗议，声称餐厅姓马的负责人有份煽动他人参与反税客示威。餐厅大厨走出来并指没有姓马的负责人。李思嫣事后解释说，事前已经做了资料搜集，得知马建言是餐厅的负责人，并已将资料交给警方。你喺度食姓咩咧？即系咁你讲啊，姓嘅。我知道有个姓包嘅，有个姓何嘅咁样咯。系啊，仲有个我唔记得姓咩女，女士嚟噶。因为我哋嗰个老细有两个系女士嚟嘅，所以应该唔系佢讲嗰个。我上个月啊赚咗几球啊，屌你老母！通啲菜听唔听到啊？去出边问下人啦、啊，屌你老母，呃钱！屌你老母，动人哋几十万，笑卵死我！几十万唔够我换车啦！屌你老母！喂，仲有啊，系啊，我动多人啊，我最卵中意动多人啊！你惨得过瘾俾我动，我动得好卵过瘾啊！日日啲人打电话嚟啊，打电话俾我老婆啊，系咁呃钱俾我使啊，啲钱多到我使唔晒啊！屌你咩？日日要派钱啊，借啲钱俾啲人啊！如果唔系啲钱啊，摆喺度我惊蚀啊！你出卵账啊？惨得过瘾俾我动啊！我惨得过人俾我签啊！你出卵账咩？动卵咗咩啫？九十万 ，bell we 嘛？动卵咗咩啫？九十万 ，we 嘛？动卵咗咩啫？九十 ，bell we 嘛？动卵咗咩啫？九十万 ，bell we 嘛？动卵咗咩啫？九十万去嘛？动卵咗咩啫？九十万？动卵咗咩啫？九十万 ，bell we 嘛？动卵咗咩啫？九十万？动卵咗咩啫？九十万 ，bell we 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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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动卵咗咩啫？九十 ，bell we 嘛？动卵咗咩啫？九十万？都过去啦，我希望而家踏踏实实做事，但你话要害人。或者咁樣計算人咧，我真係從來都冇。我屌你老母，我用嘅係 BNO， 係我連買個套，因為我 BNO 甩撚曬色啊。所以咧，我去專登喺英國訂咗套話，喺英國訂咗套話，喺英國訂咗套話，遲啲係有得賣嘅。各位網友，尤其是嗰啲攞唔到啊 BNO 嘅網友，係咁可以買個 BNO cover 係一模一樣，好撚靚嘅，好撚金嘅，笠撚住佢幾兜嘢嘅啫。OK， 我訂撚埋個套嚟笠住自己，笠住自己 BNO， 我係咁撚純擺英國嘅。除咗 BNO 之外，大家睇我手上面呢、這个几卵靓，几卵型，我啲同我屌你老母臭閪，呢个系 Where it from? It is original from England。我点解要讲英文呢？因为佢真系一个英国护照嘅 cover， 喺即系真系喺英国做，喺即系真系喺英国做，喺即系真系喺英国做，喺英国寄嚟嘅。不过我真系好卵。佩服我自己咧，即係或者即係我哋啲同事啦，即係揾到啲咁靚嘅 BNO cover， 而只要啲一般咁嘅，即係簡單啲講，淘寶嘢嚟嘅啫，淘寶嘢嚟嘅啫 ，OK， 只要一落咗我手上面咧，都係有一個驚人嘅速度去買。咁當然我哋一定唔會份淘寶啦，我哋有單為證嘅。OK， 同一件嘅產品，我哋係偏偏要喺英國訂，你吹緊漲啊？喂，咁分分鐘都係嗰間做啫，我唔撚味。喂，咁分分鐘都係嗰間做啫，我唔撚味。喂，咁分分鐘都係嗰間做啫，我唔撚味。我就要向英國訂，喺英國嚟，咁啊，梗係高級好多啦。喺即係真係喺英國做，淘寶嘢嚟嘅啫。喂，咁分分鐘都係嗰間做啫，我唔撚味。我就要向英國訂，喺英國嚟，咁啊，梗係高級好多啦。OK， 咁當然我就係要講一講呢個安宮牛黃丸。OK， 同埋介紹下呢我面前呢一扎產品。咁其實咧。呢一扎產品咧，如果係我哋嘅 friend 或者係四海哥嘅 Facebook friend 咧，咁都見到四海哥其實就唔係叫做經營啊，佢純粹咧佢有幫友喺一個渠道入邊，喺呢一個北招仙，其實嗰個叫招仙啦，或者北韓啦嚇，可以攞到呢一啲藥物翻嚟。咁當然啦，我即係四海同我傾偈嘅時候，我都自己做好多資料。其實唔好話同仁堂或者北京堂或者乜嘢或者咩咩馬伯良啊嗰啲。好多假貨，因為貴。Okay? 其實韓國北韓呢只都好多假貨嘅。係啊，嗰啲話超曬標啊，淘寶上唔好講淘寶買啊，就算你有緣去到北韓嘅藥店買，分分鐘都係假貨。咁但係呢一幾隻咧就有信心保證，因為咧渠道我哋不能夠即係可以講嘅係北朝鮮嘅外交部門。外交部門係 OK， 當然就係我哋北韓孖寶啦。首先就係我呢支。護骨酒，大家睇下護骨酒 ，OK， 各位，我賣護骨酒直情係賣到咧出神入化，嗱呢個係盒嚟嘅啫，對唔住 ，OK， 點解咧？網上邊有賣啊？淘寶都有啊，淘寶都有啊，淘寶都有啊。
180元人民幣，即係200多元港紙。嗯，我會唔會攞呢貨？我梗係唔會啦，因為我喺正廠度攞出嚟，都竟然曾經有懷疑唔係假貨，係效能冇咁高嘅貨。係啊，咁當然因為我嘅豪買，我哋嘅銷售量令到北韓嘅老友記親自入廠入倉，咁已經確保咗我哋每一批貨，今次嗰啲批貨全部係掂到不得了。嗯 ，OK。安宮牛黃丸呢只由北韓，由北韓啊嚟到，由一個奇怪渠道嗱，既然四海都講，我不怕。不妨同佢講，係北韓嘅外交官拎過嚟嘅。咁北韓外交官香港有冇啊？我所知就冇啦。我真係嚇，就喺大陸落嚟嘅。咁我哋外交官當然有身份，多多都唔驚啦。咁但係點樣落嚟咧？咁啊呢個啊四海嘅渠道，我就唔去查詢啦。好啦，但係當然我更加推介嘅咧，就係無論我翻幾多貨，結果都係唔夠貨嘅。這個其實北韓孖寶唔係咁樣，大家搞錯咗，以為呢個係北韓孖寶。北韓孖寶係咁樣為之一寶。咁樣為之一寶，咁佢個孖寶，因為呢個係兩盒一齊買嘅，就係安宮牛黃丸同埋佢嘅清心丸。清心丸係作為咧清咗呢個底，然後食牛黃丸，於是乎牛黃丸更加吸收，令到你中風嘅機會大大降低。嗯、但係我更加多，我之前講過啦，喺更加多朋友 feedback 翻嚟話呢個清心丸咧真係掂到冇得掂。啱啱朋友又再同我講，原來咧我著 details 先，佢話無論你飲醉咗酒或者準備去飲酒。嗯，系啊，食滞、喉咙痛、作感冒、血压高，乜捻好，唔关呢个牛黄丸事。含半粒清心丸入边有十粒，含半粒即刻冇事。所以佢成日问我，你见到我次次一个礼拜嚟买十盒八盒、啊、上大陆，系啊，原来佢就净系攞咗呢个安宫牛黄丸开门口啫。但系呢个清心丸大人细路都食得嘛，细路仔喉咙痛啊，得啪半粒，第二日继续考试。嗯。咁你如果咁樣計，如果一個而家1200元咁，我一套啊嘛。如果拆開賣，佢成日問有冇得拆開賣，即係600元。600元入邊有十粒，即係60元一粒。60元你食半粒，含諗住，屌你老母含諗住半粒，第二日就話冇事。30元係咪太抵啊？嗯。而且係全純漢方中藥，屌你冇農藥添加。咁樣一套，屌你老母救命兼夾保健嘅清心牛黃同埋安宮牛黃丸，只係1200元。呢、這個牛黃丸入邊有6粒。係。牛黃丸啊，同仁堂一粒都賣700多啦，六粒係賣4000-5000元啊，加埋呢個嘢係賣成皮嘢，而家係1200元。That's why 呢個係咁撚 sell 啊寶咯，點能夠唔買？嗯，喂，六第一張相咧，大家嗱就係我呢排咧成日喺度 sell 緊嘅安宮牛黃丸。咁點解我要講多次？因為我上次做呢一集嘅時候，林康正唔喺度啊。OK， 呢個安宮牛黃丸係咩呢？其實就係北京同仁堂啊，或者馬白良咧嗰個牛黃丸一樣嗰類嘢咯。咁但係個藥效咧，就當然係非常之我認為甚至乎會仲好啲嘅啊。咁啊，對於心血管啊、飽血管啊、中風啊嗰啲咧，全部係即係有藥，即係藥到病除嘅功效。好啦，再睇第二張相，呢個就係一套嘅叫。嗱，而家呢個係紙盒，但係我哋現貨咧就已經係用唔用紙盒，用木盒更加高級。呢、這個叫咩啊？安心牛黃丸啊，我都清心牛黃丸。嗯。嚇，咁啊連住呢個安宮丸食咧，嗰、那個藥效我有，仲係更加好嘅，就係更加勁嘅。OK，、嗯、最後我哋睇埋。嚟到北韓旅遊，行到邊影啲乜都管住曬。但有中国领队话，仍然有唔少广东团中意去，为嘅就系大手买入开城人参同安宫牛黄丸。佢话广东团买亲开城人参，次次都系先开一盒验货，验完就成箱成箱咁买。又话开城人参嘅种植同加工秘方，得当地条村嘅人先知噶咋，只晒上午嘅阳光，养咗6年先会入药。佢声称只有买呢两样嘢先有啲佣金噶咋，所以想学好广东话接待广东团啦。安宫牛黄丸呢只由北韩啊嚟到，由一个奇怪渠道嗱，既然四海都讲，我不怕，不妨同佢讲，系北韩嘅外交官拎过嚟嘅。咁北韩外交官香港有冇啊？我所知就冇啦。我真吓就喺大陆。落嚟嘅，咁我哋外交官當然有身份，多多都唔驚啦。咁、但係點樣落嚟咧？咁啊呢個啊四海嘅渠道，我就唔去查詢啦。我面前呢一扎產品，咁其實咧呢一扎產品咧，如果係我哋嘅 friend 或者係四海哥嘅 Facebook friend 咧，咁都見到四海哥其實就唔係叫做經營啊，佢純粹咧佢有朋友喺一個渠道入邊。
在这个北朝鮮，其实我叫朝鮮或北韓、啊、可以拿到这些藥物回来。咁当昨天呢就阿四海呢就其实我就冇同佢落货嘅。咁佢呢就简单地讲叫砌我货。是。OK? 咁但係我又唔好介意啦，大家老友记最紧要佢认为啊产品係好嘅啫。咁、我如果啲产品一早俾我过目呢我就唔合格嘅。唔合格系咩呢？是個包裝，咁但係係咁啦，可以話齋北朝鮮嘅包裝。係 ，OK， 咁就係其實即係搞清楚，大家而家咧北韓係有四寶嘅，就有安宮牛黃丸同埋清心丸嘅套裝，呢樣係一件產品嚟嘅，大家買好耐㗎，唔使我講㗎啦。另外一個咧就是、護骨酒，其實頭先咁樣就係套裝丸加護骨酒為之孖寶。OK， 而家我哋多咗個，我估唔到喎，今日已經買咗好多盒咯。嗰、那個咩咩咩射老老咩？唔係老咩四香啊？老唔知乜鳩嘢，老心四香，係即係老心麝香，係咁啊！又話嗰個就係幫個心血管嘅、，OK， 同埋將你嗰、那個啊安宮牛黃丸嘅效力加倍啊！以阿四海嗰個講法，咁啊神奇啫，屌都加倍。咁同埋咁又買咗幾盒喎，人心粉啊，紅心粉就係、是、老人家嚟吊命嘅，救命嘅，直情係一拍落去直情起死回生嗰只。咁啊，紅心粉700多元。咁啊，紅心粉700多元。咁我覺得真係抵嘅，但我就唔知道，我真係實在唔知道究竟有咩威力，因為而家啲人唔係好識興食人心啊。咁但係有需要嘅朋友都可以嚟即係訂購嘅話，喂，等等攞咩㗎你？攞嚟，所有攞走咧，即係一陣我喺節目度都會講嘅。雖然我咧琴日都全部睇過曬，咁但係咧，即係我要再睇多次咧，確保咧即係冇事咧，我啤你好有交代嘅。就縱然咧點樣都好，我係唔會咧。俾水貨人哋嘅，屌你老尾真係好撚慘！明明我同人入貨，話人哋幫咩，就要我做埋曬所有呢啲嘢，但 distributor 要做嘢，我都要做埋。OK， 掂，因為點解咧？好簡單嘅啫，我哋係唔會賣假嘢，但係有人喺入邊咧溝嘢咧，我就真係好難阻止。咁好在我有獨特嘅秘方。就知道點為之堅定流。呢、這個世界上得兩個人識嘅啫，而家暫時或者三個咧，連埋阿叻咧叫做 OK。咁啊，所以咧即係暫時大家 hold 住先，唔需要咁急病。我又要搞好曬嗰個源頭啊，屌你從源減廢啊。係啊，護骨酒咧其實有人頂20支添。OK， 咁啊，即係因為佢有啲狀況出現，我一定要 make sure 我啲產品咧全部係合規格嘅，我先可以出街嘅。咁我就立咗個最後通牒啦，就係因為我作為一個零售商，而且我一個俾現金買貨嘅零售商，我係今時今日係冇人好似我咁做生意，我同你講係冇啊。而家出邊點樣做生意，我梗係知道不得了啦。每一個人無論 consignment 啦，買完計數點樣找數，我全部熟到不得了。我本來就係屬於嗰個 feel 嘅。但是我知道世界困難，我能力負擔得到的我咪俾你哋咯。但又唔代表我戇鳩。OK， 咁所以咧，有啲應該係即係一個批發商啦，佢要負嘅責任咧，我就唔該批發商，即係四海啦，係要自己去 take care 翻。我即係俾咗最後通牒佢 ，otherwise 我就只能夠唔買嘅啫。咁至於佢點樣同個供貨商去傾，喂，你點樣控制你嗰啲產品？呢個係佢嘅責任啦，就唔係我 response， 即係唔係我要負責嘅嘢啦。如果唔係，我就唔係同咁樣攞貨啦。我不如自己去攞再平啲，咪就係。OK， 我係唔能夠嚟1000支酒啊，500支酒、300支酒，係逐支拆嚟睇下佢堅定流，然後先去配貨。如果係咁，我係唔需要同任何人做生意，我自己做得啦。OK。